明带来战火料理。是，其实呢，皮肤不好的人可以多吃一点丝瓜，像豆腐，因为豆腐里面有石膏，也是可以抗花炎哈。那另外寒心的东西可以修复你的一个皮肤的细胞，所以呢，是，所以我就加的那个心哦，对，这个就是藕啊。好，对，那我们呢，藕啊呢，你就是要洗干净哈，洗干净其实要把它沥干，但是它会一直出水啦。那么给它一点点的盐，要煮的时候才加盐，把半盐下去的话，它也会更会揪吗？对，会更会对会出水，然后就会揪哈。然后给它一点点的粉，这个是太白粉，所以一点点就好，把它表皮稍微的把它包覆住，不然你在煮的时候汤会一直流失哈。好，锁水，对，锁水保湿了，保湿的意思啊，是再改一点点。太白粉会保湿哦，不是它会锁住啊，那为什么不能抹脸呢？也可以保湿啊。那个，我明天送一包太白粉到你家。你们自己说会保湿的。好，这个是姜，姜，好，姜，然后我们给它一点点的葱，抗花炎，对，嘿，哇。姜是有抗花炎哈，然后呢，这里面呢，这个比较不好煮的就红萝卜，我们先给它下来哈。好，这个是丝瓜，丝瓜的比较靠近。再一会儿的必中呢？是，你的那个皮哈，所以给它就是削皮吗？对，削少一点，然后呢，绿色部分让它留多一点，就比较硬一点。为什么要吃皮不吃肉啊？那你中间的那个你可以留起来煮汤，这个就做一道菜。那我把这个好吃的拿来，营养成分都是在外面比较多。好，那我晚上我家里我就自己吃里面的那个。你知道为什么要吃皮吗？营养素比较多，什么营养素啊？纤维素，还有呢？还有植化素，对，是，哇，够多了吧？当然是，有没有胡皮素哦？没有，比较少。那把这些切掉。好，那一凡，我现在呢，我要把要我帮忙切吗？好，我先放在这边来切好了，因为你要帮忙切。你要切怎样？你要帮忙切的话，我就要必须要用筷大一点，然后切这样子。我会吗？这我会啦。会。这样子哈，我给你大一点的，你就切三个就好。如果我切的话，切四个。我听不太懂哎，什么？横切啦，横切三个。什么叫大一点、小一点？那就厚一点、薄一点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切到四个。直接切哦，你说我三等份就好了。对，可是我已经切那样子的，最后那一等份的。秋香老师已经切了。好。咪咪，你要来吗？不要了，不要，算了算了。哎呦，我会切到手，小心哦。然后再直的嘛，对，再四个吗？好，直的哈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就是可以跟他。那老师你就切完啦，这样子。不是，因为你要晓得是光教他要花四倍的力。是，然后再这样子切直的。你故意的哈，一边讲一边做。来，好，你手要扶着半桌。你知道我每天煮菜都在烦他哎。因为我每天煮菜啊，我就说妈，这虾糊怎么会是苦的？妈，那虾子怎么不会熟？没有，他买到的虾子不是不会熟，是有买到硼砂的，买到有他切的，有的薄，有的厚了。是，直接下下去，滚了以后下去，哇，下来就好。哇，光这样很香。那这个是绢豆腐哈，那我们豆腐对，就是比较嫩的，就是嫩豆腐，真的是黄豆做出来的哈。好，那我们把那个盐巴加进来，那我现在要放藕啊了哈。哇塞，又吃藕啊，刚刚又去角质，哇，晚上要拼二宝了，这么幸福就是。大家都以为吃藕啊会就是会拼二宝哈，不会拼二宝。那其实它本身呢就是其实可以就是修复皮肤的细胞啦，对，对皮肤也好啦，消除疲劳啊。那大家都把它说男人吃这个很好，其实女生吃这个也很好，对，会 Q 弹是。因为我这要一个个下，不允许下，里面会有一些水啊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哦，不要让它不要下去，是啊，会比较腥，对不对？是啊，对，会那个汤汁就会勾勾落落，有没有看到？你有没有看到黑黑的？勾勾也疼了。对，所以就不要给它下。为什么不买蛤蟆，要买这种？哦，蛤蟆当然也可以啊，但是寒心的话，其实偶尔会比多，对不对？营养啊。伊丽妹妹，寒心的话，偶尔会比那个蛤蜊多嘛？很多，但第一名是生蚝。如果是一般的话，那大家知道偶尔其实很快熟哈。那你要怎么看它熟了没啊？颜色它会颜色变，然后会比较小一点，揪揪对，是。那我们的做法就只有记得就只有加盐巴，对，盐巴而已，很简单是。那你起锅的时候给它没有那个米酒要你
一滴滴你看不太到，或者是你在可以多一点没关系，或者是你在腌虾的时候哦，一点点不是真的一点点，是呛一下，对，是，哇，挺低。或者你在腌蚵仔的时候就可以，你要多的话，腌蚵仔的时候就放，就放多一点，因为你在煮的时候会挥发掉哈。好了，香哈，很香哈，那个鲜味整个直冲脑。这什么油？香油，香油，对，芝麻香油。就这样子，就这样好了。对，调味料只有盐跟芝麻香油，还有点米酒。是，丝瓜、豆腐、蚵仔羹。哇，是，回家就可以直接煮。回家就煮，尤其是那个丝瓜哈，我觉得女生多吃丝瓜会漂亮。已经在吞口水了。是，你看，开动。哦，这酱火料理不错哦，而且那丝瓜好脆哦，不像那个像丝瓜那样软软的那种丝瓜，脆起来更好吃。这汤很鲜，汤头非常鲜美。对，因为丝瓜煮出来的汤就会很好喝，然后你又加蚵仔油，对，蚵仔有一股特殊的一个香气。海米啊，海米。对，又甜又咸，好美味，很新鲜的感觉。重点是老师没有多余的调味，就盐巴，就好香哦。回家就要练习，是，你要准备接我的 line 哦。OK， 因为每次看他做很简单，回家都不是这么一回事。